山上看到一窝小狗。嗨，这是被遗弃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是假的。有人给你们吃饭吗？嘿，没有人养你们。你觉得这是被遗弃吗？不然他妈应该在这儿吧？那你们不就很饿？把它带走吧。我们现在要把这一箱小狗运下山，用脚踏车。我们觉得它一定是被遗弃了，可是才刚遗弃，所以小狗们看起来都很健康，很健康，只是身上有一点跳蚤。我们现在把它带回民宿，然后接下来处理方式就是我们会联络那个宠物医院，然后我们就要带它去宠物医院，然后去宠物医院之后就是先看看怎么样，因为他们身上有些虫虫，然后接下来不知道是要让大家认养还是暂时怎么处理，但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行程要跑，我们就在看怎么办。我们现在已经要把小狗准备要送去那个宠物医院，没错没错没错，看看现在状况怎么样。小狗在车上，我们帮它换了一个新的纸箱，在睡觉了。好的，希望就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圆满处理成功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 OK。在决定要去的医院在哪边？我们现在要去台东的医院。那我们其实人现在在富里，那富里到台东大约是一个小时又十六分钟的车程。然后，所以我们赶快把小狗带去那边做检查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是看看可以怎么样去照顾这些小狗，然后看看它需要什么样后续的治疗。医生说他们非常的健康，然后整个体态都非常好，胖嘟嘟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已经两个月了，只要看牙齿就可以分辨狗狗的年龄，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吃饲料，就是将狗狗的饲料泡软之后就可以喂食他们，因为他们也该要断奶了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是买了这个点的药，因为这个药呢点了之后就可以让他们驱虫虫，而且据说效果非常好，几个小时就见效了啦！狗狗跟虫虫说拜拜啦！你看，耶，这个药。不便宜的啦，很贵的，但是点一个药驱虫的效果一个月，所以我们先帮他点。哦，哎，这个不行啦，不能当狗狗的爸爸啦，太笨了啦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帮狗狗们点药了。你要先抓一只来点吗？我要这一只，很帅。你过来，我来点点药，点药药喽。哎，你不乖，这里嘛啊，脖子哈，点点点，成功。OK。好，换你的，你是小黑对不对？好，那就这一个吧。一个，这个好。他很乖哎。很乖啊，哎，别跑别跑。你要记得你自己点哪一只，不要重复点到了、哦。就像是喂双胞胎吃饭，然后不小心同一个喂两只，那你打没哦？等一下就给你们吃中餐了呢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换你了。你这一只啊，还没抽过。这只有多乖啊，你呀、啊，那么乖啊。他超乖的，你都不会动。因为他是我们家卡诺。你好乖，真乖了你。哎呦，你看，乖乖，好。好了，现在是打三只，这个、这个跟这个、这个跟这一只，还这两只还没点。好 ，OK。好，等下我点。我看一下你的脸，你小可爱，你点过了，可以认脸，因为他们两只白色长的脸不一样。放心，我知道你很不舒服，你就在哭哭。可是呢，等一下虫虫就不见了，就是吧？跟他的脸，无奈无奈哈。好了，那现在带他们去吃中餐喽，好吗？吃中餐喽，好 ，Go Go， 加班哦 ，Go Go。
天了，然后我们昨天下午就有抛出，请大家就是如果有想要养狗狗的人可以来领养的讯息。大家反应非常热烈，我们全部都被领养走了。没错，希望这些狗狗真的找到这些很棒很棒的主人。其中一只呢是谁领养的？唯一的那只男生 Eric 一直都非常非常想要养宠物，然后所以他其实捡到狗狗那一天就跟家人沟通一下这样，我觉得也是一个缘分吧。也是啦，也是。对啊，那就开始学习照顾宠物吧。期待你之后会跟你的宠物拍一些 vlog。 我们今天就会陆续把狗狗就都抱给他们新的家人，然后相信他们未来一定会过得更好。没错，一定要跟大家大大的推荐这件宠物友善的旅店。我们这次住的叫做东凡巷弄，因为其实我们原本订的是一个不能带宠物的饭店，对，没错，但是因为临时找到狗狗了，然后于是呢我们就把原本的饭店退掉，然后去找了宠物友善，然后就是阴错阳差反正找到这一间东凡巷弄。是的，因为其实我们还有帮小狗狗清理身体什么，所以就是有把毛巾弄得脏脏的，然后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，然后想要多给一点清洁费用，就是等于说我们把它买下来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坚持不要，他们说没关系，不用不用，然后他说你们找到流浪狗，你们也很有爱心啊，就是我们大家就一起，就是帮助他们这样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而且我亲自拿给他，他也完全不接受，他一直退还给我，但是我们最后就是要离开饭店之前，我还是放了500块，不是很多，但是就是啊，辛苦他们了，所以跟大家推荐这间宠物友善的饭店，超级超级棒的，东凡巷弄，谢谢你。前两天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先把狗狗安置在这一个宠物旅馆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接它。那前几天已经有许多就是领养狗狗的人来这里把狗狗接走了。谢谢，我们的巧克力找到新主人了，跟妈妈回家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哇，我们说巧克力，拜拜。这是我们的小王子。VS Media， 我是戴斯老苏，我是风狗编。周一至周五每天中午12点，小编造口业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，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，拜拜！找到新主人了，那我们两位小哥哥好好照顾他哦，要负起照顾他的责任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们，那我们的小王子说拜拜，拜拜。那现在剩下两只，一只是 Eric 的狗狗，然后另外一只是我们在台南约了另外一个领养的朋友要在台南见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把狗狗从屏东再去台南。你好，我们来领狗狗。Hello。哎，狗狗，看到我们都好高兴。你认不认识我？他这么黏你耶，你认不认识我啊？可能认识吧，才会那么嗨吧。因为你们这边是有跟那个流浪狗动保协会合作，好有爱，跟那个县政府的动保收容所啊，嗯，狗狗狗狗流浪狗送养这样，好有爱心哦。那你这样子做已经几年了？20几年，快30年。真的佩服你们的爱心哎，因为我们捡到之后才开始有接触这一类的东西，然后才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缘分啊。对，真的，你没有碰到这样，你无法去理解说，哎呦。原来外面很多流浪狗真的很可怜。他脸就是长得很慵懒，你看他脸这样。那个不是，他是那个麒麟尾的，本来就长这样，本来就长这样。好可爱哦！他人都很傻娇了。嗯，你超傻娇，你一直要我摸他是不是啊？你看，用手一直这样。看他用手，对呀。过来，再过来。这一只已经10几岁了呢，在这里住10几年了。你很有鼻孔哎，你它很好玩，它有黑色的鼻孔，对，但是它超亲人的。你看它直接拍我的背，
这样，哎，看一下，这样吗？咪咪啊，咪咪，咪咪，咪咪，你直接主动出击哦，他的故事。小拉拉新的主人，你们要好好爱护狗狗哟。来，放狗狗给他们。来，我就擦屁股，擦着准备。耶！好，你好幸福哦。好的。好。那就拜拜，狗狗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